方觉，方觉，你没事吧？护士，护士。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？我现在要去开股权会了，看到消息赶紧回我啊！干嘛去了？护士，周放，周放那边怎么情况啊？病人现在肺部感染出现了低氧血症，引起了昏迷。他不就一普通感冒吗？怎么就昏迷了？医生正在抢救，你们先别着急。抢救？为什么要抢救啊？都说了是抢救了，在旁边等等消息吧。青姐，你怎么办呀？我去看看。青姐 ，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，由我主演的电视剧《幸福触手可及》正在热播当中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